头颈痛，头颈痛，我看到那个普京了。在打那个太极拳，我看到那个普京呢打太极拳，啊，他有时候他的身段呢很柔软，很柔软，然后这个时候我又看到那个普京呢在玩那个柔道啊，在玩那个柔道啊。总之一句话，在那个卡森前面呢，表现出了非常柔软的那个动作啊，根本不像那个那种独裁者的样子啊，放的是很柔软的身段，表达他的意思，无论怎么样，他发出的呼喊呢，虽然不是声嘶力竭的，但他在向全世界喊话，向全世界喊话，这个世界的坏人呢，不是普京，坏人不是普京，真正的坏人就是那个，拜登，就是那个拜登，普京呢，表达出了这个意思啊，表达出了这个意思。这个意思啊，通过几年前呢，林派中出现的啊，普京呢，宁愿要川普这样的对手，也不要，拜登这样的朋友啊，这个是一致的啊，一致的，而不是，普京的心血来潮说了这番话。而且他的这些话就是他的真实的意思的表达，是真实意思的表达，并不是有些人呢满嘴假话的啊，这里边讲的就是他真实意思的表达，而不是像拜登那样说也是满嘴谎话啊，是这么样，所以啊。但这个话一说以后啊，会让民主党他们很害怕啊，所以啊，现在他们千方百计要抹黑那个卡森了，现在的社会有点很可笑啊，很可笑，有的那个谎话说多了以后啊，就最怕人家挖到真相，世界上很多国家就这个样子啊，知道了，再见，再见。